今天的作文题目是，假如来到2024年，大家来想象一下25年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。王子，你来念一下你的作文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就来到了2024年。2024年的汽车已经可以在天上航行了，机器人家家都有一台，我们也实现了瞬间移动。